下来这首歌也叫做卷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你们可以睡一觉，睡醒了之后达赖喇嘛的度数就不一样了。4月30号的时候都会买一罐凤梨罐头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有它的赏味期限。我的生日是5月1号，我是金牛座，我决定在操场跑完这25圈，纪念我的25岁生日。自从他走了之后，这个家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哎，你怎么哭成这个样子？再你也不用这样子，来，我帮你干。你以前不是吃的白白胖胖的吗？你怎么变瘦了？有时候你睡了一觉，现实生活什么事情并没有不一样。结婚了又怎么样？
我们的音乐陪着你度过每一个被打枪然后只好打手枪的夜晚。